是啥？看起来好吃哦。哎，你看这个。什么？马上快过年了，家里小朋友想吃糖醋里脊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首先准备一块里脊肉，先切成均匀的小条，加料酒、盐、胡椒粉，抓匀腌制十分钟，再单手打入你的鸡蛋，一勺食用油，两勺淀粉，继续抓拌均匀上浆。六成油温下锅，中小火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。碗中加番茄酱、白糖、米醋、水。好吃糖醋汁就调好了，锅有底油，倒入糖醋汁，大火烧开后，再倒入炸好的里脊肉，翻拌均匀即可出锅，酸甜酥脆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这一集我们就来拍这个好不好？然后糖醋里脊啊。糖醋里脊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一个。如果你老公没胃口吃饭，你可以试试这个酱油捞鸡，又香又嫩，还特别下饭。新鲜的鸡腿先用热水烫一下，能更好的上色和入味。下葱姜、料酒，两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白砂糖、蚝油，涂抹均匀后腌30分钟。电饭锅底刷点油，葱段垫底，放入腌好的鸡腿，腌制的酱汁也倒进去，按煮饭煎30分钟就可以了。放凉后让你老公撕成小块，再淋上煮出来酱汁。有条件再来点白芝麻会更香，来上一口，满嘴都是香味。哎，很好吃哎！那看起来会不会难？我们要先做第一个是里脊糖醋里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感觉这种短影片的都很简单，但是好像做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准备这个糖醋里脊。看它那么简单的感觉，应该很好上手。揣揣猪里脊，猪小里脊肉块，长得蛮像的，有吗？跟它影片长得蛮像的。这样就买这个。好，这鸡腿都切过块了。对啊，全年人都切过了，就用切过的吧。没切的可能只有菜市场比较好买得到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是用全年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。那我们就买一个切块的，好，挑一个，就它了。好，看起来比较腿，这个土鸡切块，就这个了。然后我们还有一样嘛，这个是我想做的。上网说上网能学到东西了吧？糖醋的正确码还多产，只需要一个空煮饭，在中锅里转几圈，然后先开炒出的鲜花，往里拌肉泥塞进去，再倒它的七星酒下，就得到一杯纯手工鲜辣烧酒。再倒入两个锅，先盛入一锅，更简单。最后加点水，绿色的和蜜水和放大先生，先装入铁里。这个很酷哎，第七次是有大，这感觉里面会浪费掉，因为果肉会浪费掉。现榨果汁不用果汁机，所以我们就要去买一颗橘子。应该是碰干，应该不好吃，应该是这种茂谷橘，就大家比较像。究竟会不会成功呢？蛮像的吧，就这个蛮像的。它还有需要其他的配料什么的吗？葱姜蒜，哦，那些还好。一般家用，然后酱油、老抽、生抽。对，这些也是一般家里都有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就这样就可以做了。第一个是用这个里脊肉做糖醋里脊，第二个用这个桂丁鸡肉切块做酱油捞鸡。好，我们就回家做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我们今天的第一道。你拿菜刀想干嘛？我要切肉。第一道是我们的糖醋里脊。那糖醋里脊，我们首先先准备的是抓腌，所以需要米酒、料酒、盐、盐巴、胡椒粉跟太白粉。太白，我们是用木薯粉，酥炸的代替。先将里脊肉切成小条，先切对半，它太大块了。我们吃得完那么大块吗？可以啊。小条。好，切完了，接下来要把它腌制。首先就是把我们的肉给丢进来。丢完之后呢，就要加腌制的调料，一二三三个，加米酒。但是影片里面呢，它的里面就说米酒、盐、胡椒盐随便你加，所以我也来随便加两匙、三匙好了。这个主要是去腥味的，所以可以多一点没关系。再来加盐，我们用的是海盐，一般料理盐就可以了啦。盐就随便加个两勺好了，会不会太咸？那我们量比较多，应该还好。我们的肉比较大块，胡椒盐，又太多了。我大概抖两下，这样子可能会失败哦。接下来把它拌均匀，是不是？对，接下来要抓一抓，放十分钟。抓一抓，嗯。所以我要用我的手去抓。对啊。抓，抓，抓。哦，好，完成了。有香哎，有酒香。有酒香，对，你加了很多米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调它的酱料。对，它因为它十分钟，所以我们来调它的糖醋酱。番茄酱不可或缺，我们买的是减辣的，本来就有的。糖用的是冰糖，家里现有的就好了啦。醋。白醋跟水，但他没有说比例耶，那我要怎么调？经过我们的查询之后，短影片里面还是没有介绍，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查了它的比例。两汤匙的番茄酱，匙的糖，两汤匙的食用醋，一汤匙啊？哦，一汤匙。你要酸死大家。两汤匙的清水，现在就是把它拌开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的肉，已经也十分钟了。肉还有第二步骤，蛋跟油跟
太白粉，我们用木薯粉，单手打入一颗鸡蛋，找食用油，两勺粉。抓，抓。怎么抓起来有点差别啊？它那看起来好吃的感觉，我看起来好恶心哦。那我们再加一点太白粉。好，再加点。好像比较像一点的，但是它那个好像加了美乃滋，它的颜色好像美乃滋哦。反正就是抓到黏黏的，大家觉得 OK 了，有裹到那个粉的感觉，就 OK 了。再来要热油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，起锅。哇、哦，不错哦，上酱料。但是这个油没有要全用，它只留一点点油就好。倒入刚刚调好的糖醋汁，翻炒一下。炒到它起泡泡，很多泡泡，然后下肉。哇哇，看起来有模有样哎。这时候就是把它翻炒均匀，让酱汁都裹在肉上面，好像可以起锅了耶。可以起锅了，来起锅吧。哎、欸，看起来很不错哎，看起来跟它的差不多哦，但是我们的没那么红。哦，看它美败哦。这撒上来根本一模一样啊！大厨上菜，嗯，大崩脆，有成功，很下饭，好吃耶！嗯嗯，哦，咕老肉的味道，咕老肉就糖醋肉吧。我觉得可以再炸久一点，更脆一点，可以再甜一点。嗯，对，就比较偏酸一点，但是还是很好吃。成功，第一道成功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道。再来，这个是酱油捞鸡，它是整只大鸡腿，但是我们是鸡腿切块。嗯，那葱姜蒜全联也买得到啊，只是我们家里有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买了。他一开始要先准备的是姜跟蒜，先把肉放进去里面，你用整只鸡腿就整只鸡腿放进去，一锅热水把肉给烫一下，是为了让它更好上色跟入味，超级的啦。这时候呢就下葱姜，他是说葱姜啊，可是影片里它比较像是葱蒜，所以我下的是葱蒜，啊不。我下的是姜蒜，没有葱。我想说哪来的葱？然后一样料酒去腥，加个四汤匙。再来是这个，它是有分生抽跟老抽，但是我们没有老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酱油。生抽其实就是台湾的酱油，就看你喜欢吃哪个牌子的。两匙酱油，砂糖一样一匙。蚝油、老抽跟蚝油都是为了上色用的，上厕所用的啊。他说半勺，哎，我搞了一勺，没关系，我们上色比较漂亮。我们少了生抽，不，少了老抽，所以就一匙蚝油，搅拌一下。没有，需要靠抓抓手。好了，抓完了就让它腌30分钟。30 minutes later。好，30分钟过去了。再来的步骤是要把这个刷油。他是说在电锅里面刷油了，但是我们电锅会觉得清洁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另外用一个锅子。对，他是用煮饭锅煮的，我们是用电锅煮的，就用刚刚的炸剩下来的油刷油底。刷完之后呢，铺上葱段，把肉放上去，最后把这些酱料通通淋上去。放煮饭的一杯米的水，放下去，开蒸 ，OK， 就等它好啦。蒸完了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变这样？这差太多了吧？不是啊，这从那个腌好的样子就长不一样了吧？我怎么感觉我只在蒸鸡肉？我的酱油捞鸡。这骗人的啊！这个根本骗人的、啊。我的酱油捞鸡。这看起来是不是这个要烤过啊？不然我们拿去气炸一下。好，180度烤20分钟。好了，见真章了。哦，对啦，这样才有像样啊。有像啊。那那个到底在搞什么？然后再淋上一点酱汁，刚刚的酱汁，这个酱汁也可以沾着吃啊。就完成了。皮很 Q 很香，里面的话。因为有蒸过，所以会有点咸咸的味道，水分有锁在里面吗？嗯，虽然说它也是烤的，但是里面会更香，因为它里面前面就蒸过了，嗯，所以它里面等于说有那个腌制味道，然后外面有这个酥脆的焦香感，算是我们自己创的，不是短影片教的，短影片骗人的，短影片少一个步骤。对啊，那颜色一点也不像啊，这样比较像吧，因为这样好吃很多，哎，很香。
好，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第三道。第三样呢，就是我们的橙汁饮料。橙汁的打开正确方式，首先要准备一个保特瓶盖，然后把它的那个瓶盖给切开来，这样子获得一个瓶盖，然后呢把它塞进去橙汁里面，这样。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这样吧。他说先这样子。不够吧？我们用最快速的方法。打开天顶盖，把橙子瓶盖塞进去。怎么塞？转进去这样子。哦。进去了。哦，真的耶，我成功了。打开来，打开来，香吗？还不错。再来倒它个7749下。感觉它那个墙壁都要刮一下。对，但是又怕把它刮破。它的肉汁哎，好像差不多了哦。真的吗？好啦，马上获得了一杯现榨柳橙。都是果肉，怎么卸起来？骗人的啊！没有，吸不起来啊！因为人家拿的是粗吸管，我们拿的是细吸管。要拿粗吸管啊！这种一定要喝粗吸管，不能用细的吸管，是我们吸管问题。再来，千层粒粒多。好了，够了。人家这么一点点，有看到吗？人家这么一点点，依旧吸不起来。最后一个加水，然后他说盖上盖子摇一摇，最好可以摇啦，狂滴耶，然后就可以打开喝了。对，柳橙苏打，完全水，一点点那个它的那个滋味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摇得很那个，所以呢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不要偷懒用刀子。人家说要用瓶盖转，就要用瓶盖转。那今天短影片的美食影音实测就告一个段落啦。事实证明，不是每一个短影片都可以这么简单成功的。没错，还有省略步骤。对，省略太多了，根本就让人家乱做乱弄，然后根本不会成功。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这系列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想再看我实测什么影片哦。拜拜。